老乡，这什么地方？白洋淀，产咸鸭蛋的地儿。怎么在这儿着落了？兄弟，我家可不富裕呀。哎，行，老乡，没你事了啊。哦，小何，这还带的家伙呢？看你这身行头，你是当兵的吧？啊，我还以为劫道的呢。小何，还带着笔瓤呢，能撕下来吗？我看看。别动。坏了，这我明天演习重要道具，你把它撕下来，等于我阵亡了。幺三五高地怎么走？是，翻过一座山啊，跨过一条河啊，再翻过一座山，再跨过一条河就到嘞啊。那个你也是我的。你给我站住！一个放羊的，还能听得懂部队的地区编号呢？我说我天资聪颖。你信不？举手！哎哎，你把羊放下，你过来。好。你干啥？这大半夜你是个当兵的啊？里面穿什么衣服呢？不，你可有机灵的啊！再给我动！随你便吧。